水晶矿山的有价产出物是如图的四种矿石及卡片。这副本的攻略分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打两只王，泥人跟寄居蟹，物理防御够的话很简单。第二阶段五分钟生存战，随机出现各种王，不难，看到招会闪就行了。第三阶段拆棋子，地图上下各有一只棋子，每只棋子身边都会生小怪，抓完固定波数后就不会再生。我习惯是先把上面棋子的小怪刷完，再去刷下面，刷到生不出小怪了，就把棋子拆掉。第四阶段三只王轮流上，最先登场的是狼人，两分钟内还磨不死他，大嘴王就会迫不及待先跑出来找你玩，而且会生出很多恐怖分子来炸死你，跟他打架要很专心，太麻烦了，把他拉到别的房间就放置不管。第三只王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五十副本鬼影凯伊洛，应该没人单挑有本事输他。以上由孤狗姐姐配音，谢谢收看。片尾附上法三火三所一单刷水晶矿山全程。
快呀！